是念新北市的公立国小一年级，一个星期两节英文，然后这就是他们的课本。嗯，课本，阅读小书跟 CD。我看一下这个课本，这边有写一年级上学期不考期中考，只考期末考；一年级下学期则是两次。定期评量，对，所以老师呢，他每个礼拜都会出在家里要听这个 CD，就是呢，老师有说一年级上学期就是会教 A 到 M 这个范围，下学期是 N 到 Z， 对，回家。哦，那这个呢？这个是什么？这里是唱一首歌 ，Forward，Forward。Just us in the fun world. Let's have fun with Domingo, Pat, Ruby, Daisy, Andy. Fun world, fun world. Here we go, fun world. 哦，所以这是介绍里面的那个小动物吗？这个是谁？他就是 Domingo， 这是 Daisy， 我是 Ruby。你要当 Ruby 啊？对，然后这是 Pat， 这是 Andy， 所以每一个都是小朋友嘛。嗯，他是老师。达明狗，这些都是他的学生。哦、原来达明狗是老师。还有 Story Time， 他说 Good job， 他说 Thank you。然后课本这里一样，他这个就像大写 G， 就要去图片里面找到 G。有，我看到小写 G 了。大写。大写句，对，要找字母。嗯，然后呢，这里是就是教他都会每一课都会教，好像一首歌。然后像这个告示牌里面就要找出，譬如像它上面写说要找出 H， 你就要找 H 在哪里。嗯，还有什么？那这个是比手势，他要教你怎么比 H。对，这里还有另外一首歌。哦，第一课是什么？数字歌，数字。今天我们要来唱，我们也可以唱这首歌。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I can count from one to ten. 这首歌也是我们英文课有教过的歌。然后接下来这里。Stand up 就是站起来，站起来。他说 Sit down 就是坐下 ，Raise your hand 就是举手 ，Put down your hands 就是把你的手放下。嗯，后面还有一些附送一些字卡，就是 A B C 送。我给你们看的东西，还有贴贴纸的，就是任务这一本的任务小书。你看，这里有四个。那我看你们任务小书里面有做什么？任务小书里面。要跟着 CD 阅读故事。嗯，他说哦，他这里说小兔子 Ruby 上学途中遇到每一个人的顺序，先说 Hello， Who is she？ Daisy， 所以先 Daisy， then Pat， and Domingo， Domingo， 这里就是我们课本，阅读小书跟 CD。 嗯，结束。Okay, 那你要念这首给我们听吗？好 ，Hello, Hello, say Hello, say Hello, say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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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Hello, Hello.